金好红，朋友，我让他露捏捏，好吧，那我就让他露捏捏吧。什么人打电话什么啊？啊！你是什么鬼？为什么会有捏捏？捏捏在这里。画游戏角色，欧里游戏角色可以啊。角色太爽了吧？游戏角色是吧？我想一下。游戏角色，我想一下，想一下。游戏角色里面，你连火影忍者都可以画了哦。对。我跟你讲，鬼灭也可以画哦。没错耶。好好好。好了，等一下我找不到不是十八禁的图，等我一下。嗨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喵哈，你怎么变这样了？喵哈，你从几何时变成这样？你什么时候想让自己黄标？你要先讲哎、欸。所以我才在努力找不是十八的。太夸张了吧？游戏，奇怪，我们到底打了什么黄标？太可怕了！哇，备好了，开始。是的，导游。哦、oh, ，等一下。啦啦啦啦啦啦嘞！导游宝宝。导游宝宝最可爱。嗯？啊？没有。你让我笑到直接歪掉。一定看得出来。我希望我的聊天室看不出来我在画什么。居然吗？为什么？那可以来看我的聊天室哦，喂。因为看过的都不是好孩子吗？因为你画的都是十八禁啊！啊，我他的动画应该不是十八禁的。我觉得我画的也还不错，各位你们觉得？而且我发现我越画越母汤了，怎么办？完蛋了，你那边也要变十八禁了。我故意讲出这句话好不好？吸粉。好像很聪明哦，这不行的哎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快点、啊！小光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哇，好坏哦！毛毛都给我比赞了，可是我……欸、对，毛毛应该看得懂我画的这个东西。真假的，我完全看不懂。我比较担心，我也看得懂。但酱油应该也是看得懂啊。看得出来，画的怎么样啊？我把那个神韵画出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各位，有人说画的超好啊，是不是？是我也觉得我画的超好。我也觉得我画的超好啊。可以跟小光争个上下，可以可以上下吗？好好只跟小光上下而已吗？不太对吧？哇塞呀、啊！你现在是谁啦？我不认识啦！你是谁啦？等一下，是吗？喵啊，这是你的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可以给小，你可以给毛毛看一下，如果是我的話，毛毛认出来了、欸，对，是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什么，你可以问毛毛。是不是小光画的、啊？是个吧？完蛋，跟你聊一聊，我忘记上一张图长什么样子了啦。没事，我会把神韵画出来，你不要担心，千万不要担心、哦，我会把它画出来。我查一下，我查一下，我查一下。我很会，你放心好了，别担心。我每次画这一题，我等观众打字，我真的没玩了。可以。只要这个东西有到就好，这个东西有到就好。还有一个粉红色的这个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没问题，我一定可以把它画出来。我真的忘记刚上一张图长什么样子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还要露捏捏啊？不好吧？其实好吗？要我让他露捏捏，好吧？那我就让他露捏捏吧。什么？你们到底在画什么啊？啊哈！你是什么鬼？我什么会有捏捏？哈哈哈哈哈！妹妹在这里。恭喜啊！毛毛给我看的图是有妮妮的，我知道画有妮妮。我刚刚就查到都查不到一些比较正常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以为说那超好玩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毛毛好像马上就知道。他的剧情很棒，可是他的动画真的做得很崩，但是也不是不能看的、啊哦。所以他是有动画，他是有动画的，但他动画是不是十八禁的？介于可以跟不行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动画是完全正常的，他把十八禁的部分全拿掉了。哦，哎、欸，还这样还不错啊。哎、欸，我
你这样讲，我一听就知道了。你这样听出来了，而且他从那个第三集开始崩坏到很好笑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哈基有出动画？我知道，那就是你抽到我们的东西了。没事没事，这样。这什么啊？这什么妖怪啊？啊！我应该有完美呈现那两根。啊，是那个吗？请问我们今天主题到底是什么？我在画什么吗？游戏吗？我怎么现在到底在画什么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啊，来不及了，好吧。那我还在跟我家园这个。啊，还有啥？随便画，随便画，来。这谁啊？还不及啊！来不及啦！没事，我知道，颜色有到就好嘛。大家说的。没事，仿上一个就好了，仿上一个就好了。哎，仿三个，反正我们都成功。不管怎么仿都是成功的，我真的会耶，好像这样吧，忘了怎么办，我画到现在我没有一个是认得的耶，哈哈这是游戏，这是游戏的，我是寿司郎吧，我怎么看到华纳宝宝，哈哈，什么看下来了，我怎么看到华纳宝宝，小鸡哔哔哦，小鸡哔哔，我这好像是在画谁的胯下，好恶心哦，狼寿司哦，怎么会有华纳宝宝啊？哇，黄标警告，完了，胯下警告，我实在看不出来。画了，来，他到底在画什么？是这个吗？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是什么游戏啊？它叫 DND， 为什么垃圾？有办法妮妮啊！我后面直接来不及啊！团团的观众一定有，团团的观众一定会有一些知道。有，他们当然有猜出来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是假的。看，华纳宝宝，哎，真的是华纳，而且还是那个广告滑雪的那一个。华纳宝宝，叫你们不要讲话，不要在那个。哦，烧鸟，烧鸟，没事啦，我看懂，你没有看懂吗？这什么东西？我居然又躺下来了啦！哪累了？我已经不知道它是什么了，抱歉。没事，我有看懂啦。哦，龙葵哦，白痴哦，是龙葵哦。那是龙葵，等一下。那是龙葵啊！你知道，就是我刚才跟你聊到一半，我已经忘记上一张图长什么样。哇，这是什么了？龙葵哦，就这一张啦，像不像胯下？哦，跟你们看小光画的。好的，老婆，小光。我以前的女神啊，变下雨女神，我的女神，变胯下，我傻眼，原来是反心啊，救命啊，有内裤喵吗？我怎么没有画到这东西？有这个吗？就变的，有这个吗？你要问团团，是我吗？我忘记了，是不是我？对不起，我是尽力了啦，酱油啊，尽力有钱的啦，我知道为什么，我知道会变成什么东西了。你等下看，会变成一个奇怪的什么啦？寿司吗？鲔鱼寿司。好，欢迎你有寿司先业配哦。有接有接。哦，我真的是那个。这个我屏蔽你了，抱歉。为什么？有了有了有了，看得出来了。等一下，好像有点不太对了，好像有点不太对。是乔鲁诺了吗？对啊，只是黑色版的乔鲁诺。我本来想说是乔鲁诺吗？颜色也不对啊。乔大喽，不要变花妈了，喂。Oh no！ 啊啊！然后面变得有点。不对，后面有点远，后面好像有点太远了，后面好像有点太远了，长肉了，长肉了，越像咒灵了，咒灵啊！哈哈哈哈哈！
阿金这张长得好像《恶灵古堡》那只僵尸回头的样子。Oh my god！ 啊，怎么好酸啊！哦，美式卡通，美式卡通，美式卡通啊 ！Easy game，Easy game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画马铃薯的等级啊！这个只有喵他叫得出全名，真假的？我这个搞不好也只有你可以弄出来啊！叫、欸、没有没有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小光应该也可以，是吗？你要确定呢？我知道，蓝色的名字。哦、oh, oh, ，你是说达文西？哦，对耶，然后你念得出四个全部的名字？对，我念得出来。为什么？有啊，可以看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吗？我来看看。有人看出来了吗？有人看出来是什么了？可是太累了吧！我叫什么名字了？谁啦？哦呦，这什么话呢？我知道什么名字了啊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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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没事，我来得及找到他吗？他叫什么？他叫做什么来着？重点有出来就好了，重点有出来就好了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我忘记他的样子了，快快快快，没时间了，给我时间，快点！你没时间，没时间，快点，没时间了，快点！哦，他长这样子是不是？好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不要飞，我完成了。哦，拿那个棍子好了，趁现在还有时间。我没有时间了，我只能赶快，能瞄就瞄了。神韵，神韵，神韵，有吧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绿红蓝黄，绿红蓝黄。没想到自己要画一次这个、欸。这个是什么？是这样子吧？然后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会有人画这个？这个我那四字念不出来啦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你念，我知道喵画的是什么了。那个不是我画，那是繁星画的。啊哈哈哈！可是我念得出那四字，念的是什么？绿绿的那个吧。哦，绿绿的那个，我绿绿那个我是念不出四字是什么了。可以啦。我只知道我没看过啦，没看过。我怎么可能看过这种东西？我还知道它是电影版，出了好几集的电影版。哈哈，什么啊？这个简单啦，奇怪、啊，我为什么完全已经看不懂了？这个简单啦，虽然我画的跟他不太一样，啊，简单啦 ，Oh shit！ 哦，随便就这样吧。我要破坏一下，让大家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啊。好，就这样。没问题，啊啊！哦，什么东西？我要照他的画出来。其实这部不是给小孩子看的，不过对，也是可以的。怎么会有这种颜色的？为什么会变这样、欸？头发是这颜色吗？忘了。还有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哦，你也好黑，然后紫色的可以，哎、欸、嘿，太强了！的花这是什么？你是想画什么战士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怎么会有这？这什么？啊？你要快哦，我没时间了。啥？哦，李旭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我没有办法涂颜色。完全不知道他是个啥。
等一下，我来不及涂颜色。看看看看看看，睡啦！来不及啦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哦哟，原来是哦哟，谁知道？哈哈哈哈哈！来不及上色，来不及上色，解放！四个调味罐，怎么会这粉红色？为什么你会知道有粉红色？各位少年还不及，来不及。我等他那一开始，那不是这个，其实不是给小孩子看的，这是大人啊，这个其实是那个大人的。对，大人在看的东西。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很好看呢、欸，这很好看，这很好看。是吗？可是还蛮血腥的啦，有点深度啦。对，深度的深度，深度啊！太可怕了！我画错，画好像那个，没事。哎、欸，都对，都对，都对。那个爷爷有对就对了，对，爷爷有对就对了，就对了。哦，原来是拍打。单啦！哦，我变大，我出发的心应该是被我弄坏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老子是什么东西？完全看不出来是派大星哎！我想说，我想搞一下你们楼下的人是像西瓜变大，怎么变西瓜？好可爱，派大星。你叫谁尖头啊、哦？是这个啊，我也是说这个，波纳泰罗啊。然后现在变拉斐尔，哎，武器就不对了。拉斐尔是三叉戟，可以不要背起来吗？他为什么把壳拿出来？为什么拿在手上？我不记得忍者龟有这种能力耶、欸，他当盾牌之类的。哎、欸，竟然知道是红色！哇，你怎么红色啊？就乱猜啊！偷雷啊！知道吗？红色是主角的颜色。好苦！有啊有哎！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你要看？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没有了，这个没有了。这什么啊？完了完了！巧达，巧达已经变成熊猫蓝色版了。这已经变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这已经是简易版的喵哈了。简易版的喵哈，吓到变蓝色。哦，有啦，我有把，我们又画到这个了，把神韵画出来啊！我把神韵画出来，克隆超掉。对不起，抱歉，我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。好笑，这被恶龙好笑，你笨。我都没想到，原来鱼类也会喷火出来。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，该修了，该修了。